的角色永远不是小队当中的主角，男主角、女主角。如果小队当中有人非常的显眼，或者是非常的好像在小队当中他们就非常的显眼，忘记你的存在，他们会做得很好，没有你他们也很好的时候，你要感谢主，不要觉得他们怎么都忽略我。当一个施洗约翰，知道吗？施洗约翰做什么事？带出后面更大的，然后他卑微的，他连解鞋带都不配，对吗？然后带出那个最大的，那个是重要，不要把自己看那么大，特别在座的年轻人，我要鼓励你，人家没看到你，你也很有价值，你在上帝眼中是看为宝贵的，不需要他们看为宝贵，是上帝眼中是宝贵的。所以他们没有注意到你，他们没有称赞你，他们又没有说你好棒哦！你看别组辅导员他们都送礼物，别组辅导员他们都买冰淇淋，然后我为什么这组没有买冰淇淋给我？然后你就很难过，没有关系啊，如果你真的要吃冰淇淋，你就跟我说，我买给你啊，没有关系吧？不要有那么多的想要在团队当中又成为主角，又成为一个背着实心带的当官的感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没有关系，你在消失在人群，然后他们讨论的好好，你就在旁边认真的听，不要插嘴。他们已经很认真在对话，我们全球暖化怎么做，我们贫穷议题，那公益旅行怎么做，等等等等等，第三世界的东西怎么做，他已经讨论的好好，你就在听就好了，认真听，然后吃你的花生，吃你的豆干就吃。那你在讨论的，你在那边不用做什么，你都可以坐在那边，真好。这叫最棒的团队，对不对？最棒的团队是你很轻松，他们还继续做事，对吗？对啊。哪种团队是你累得半死，他不做事的？你干嘛？你这样觉得你好厉害，然后你累得半死，我们干嘛当这种人？我们最好把别人成全的生命，哇，你好棒，你好棒，让你坐在那边，好棒，所以我们这次有三个蛮重要的，等一下我会让各位看影片，三个东西叫做 broadband， 什么是 broadband？Broadband 就是宽频，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次会有上网的东西嘛，对不对？要不要上网找资料啊，找东西啊，然后去搜寻啊，这个。另外一个叫 collaboration， 叫什么？合作，他们要合作。第三个就是 appreciation， 干嘛？你就欣赏他们，赞美他们啊，就这样子啦。哦，就这样子，不要说啊，我一定要在这里当 king 哦，我要小队当 king， 我要看到我们的领导员，耶、yeah, ，我这一组超强的，耶、yeah, ，你看那一组哦，我就觉得这一组一次爱的鼓励，这一组就五次爱的鼓励，那一组就十次爱的鼓励，这边变来变去，不是这种营队，知道吗？我们是非常的视野观跟生命深度观，这两件事情是我们要的营队啊、哦，不是那种很肤浅的这样子。游来游去的感觉，知道吗？该聊天的时候聊天，该变成一般朋友的时候对待，可是该引导的时候还是要该引导，该消失的时候就要消失，不要主导他们的团队。你不是主导的人，你知道吗？你不是带游戏的，你不是，你是引导的辅导员，陪伴、共行、共学、共创的辅导员。那个角色一定要挪对位，没有挪对位，我就会看到一个属于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站在一群领袖前面，各位同学有没有听到？有，要不要这样做？要。然后等一下做什么？不知道。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你不是那个营队，各位知道，你以前都是那个营队。各位孩子们，你把十五岁的叫孩子们，我跟你讲，十五岁搞不好可以募款200万人，叫他孩子们。搞不好45岁才募2000块，对不对？你不相信叫小学二年级的站在路边跟一个45岁站在路边，谁募款比较多嘛？对吧？小学嘛，对不对？你试试看嘛，1919救助协会就不小心那一群小学生要募那个体验组的，不小心就站在一个和尚旁边，最后和尚两小时就换位置了嘛。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力量跟他们的出口的地方，所以清楚知道我们不是带一群小弟弟小妹妹，我们是要带一群的领袖。青年青少年是国家社会现在的希望，不是未来的希望。
现在的希望我们才做这种事情，对吗？然后讨论这些议题嘛，现在的希望他们可以做什么？等一下呢，我问到什么？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你就站起来，然后我们大家就回头看哪些人有这样的经验，好不好？好，可以吗？可以啊，有这样的经验。骑脚踏车环岛过的，请站起来。骑脚踏车环岛过的，有吗？站上面。啊，站上面哦。OK， 好，请坐啊，不用鼓掌，这没有什么哈。对，这没有什么啊。我学生是从广东骑到哈尔滨的那个哈，这个 OK 好。曾经跑步超过20公里的，起立。这些人这些人蛮适合跑腿的，对不对？蛮容易可以加到，对不对？好，曾经骑脚车超过，除了环岛以外，曾经一次超过100公里的，起立。一次啦，不要用十次，那就不算了。曾经在小组分享当中掉眼泪的，请起立。没有，我看一下哪些没有掉，哪一些哈？哪些？这些他没掉过，蛮特殊的。在别的场合当然会，我太太骂我也哭啊。看这些人啊、哦，这两天我们把他搞哭啊。OK， 请坐。问一个严肃的问题，曾经在生命历程当中，你曾经想过自杀的，请举例。OK， 好，请坐。没有关系，这个都很好哈。曾经在你的求学生涯当中或工作生涯当中，就觉得想要不想念中辍的，或者是已经中辍过的，或者在职场当中做一半就乖乖走吧，然后曾经有这种经验的，请起立。这么少人哦，没有中辍的经验哦，我没有想说应该要离开东华进行一下，都没有，超快的，怎么样？哎，好，乖，好，请坐，好。曾经跟牧师吵架过的，请起立。传道也可以，牧师也可以，传道也可以。那个跟爸爸吵架应该不算吧？你看，这是我们教会的样貌哎，没有跟牧师吵过架哎，大部分的人对不对？跟传道吵过架，怎么那么乖？超乖的啦，这后现代是太乖了吧？好，请坐。曾经跟老师吵过架的，起立。哎，你看站出来都是这一排人的，你看。哎，请坐。很特殊哦，超特殊的，这一群人会跟老师吵架，但是不会跟牧师吵架。这个在教会多压抑呀、啊！哎，这很有趣哈、哦。好，在你生命过程当中曾经打过架的，请起立。你看，好，请坐。好，你看，又打过架，又跟老师吵架，又跟牧师没有吵架，就更奇怪了哈，压力更多了哈。好，曾经围殴。然后你不是被围殴的那个，曾经围殴一群人的，请起立。一群人围殴一个人的，有没有？你看看不出来对不对？看不出来对不对？在营会的时候乖一点哦，我跟你讲哦。好，曾经被一群人围殴的，请起立。还有伤害吗？饶恕他们了吗？还在学习当中。OK， 好。在座当中，
曾经信主以后一个月不读圣经的，请起立。我们这群人太诚实了，多么美的特质啊！请坐。曾经一个月连吃饭都没有祷告的，请起立。没有关系，真的一个月。没有关系，站起来不会怎么样的，这是真实的基督徒样貌，没有关系啊。好，请坐，很棒哈。曾经游泳溺水过的，请起立。OK， 请坐。前面的我要回头一下，你要知道人什么经验哦。我跟你讲，刚才围殴的你不知道是谁，我很小心点，得罪他，来得罪他，因为今天来不来。OK， 然后曾经在生命当中很讨厌一个老师，觉得这个老师很过分，很受不了的，请起立。这件事情我就要问什么原因了，好不好？短短讲什么原因？不是，机车。机车 ，OK。公然侮辱。公然侮辱，来。不帮助你，什么原因不帮助你？就是我请他帮忙，他直接回了没回来。哦，好事还是坏事请他帮忙？好事。哦，不是教科请他帮忙，好不好？这里。我不会生出他骂我很笨。骂你很笨。偏颇，大小眼，大小眼，打不摸鱼，打不摸鱼，嗯，只在乎好学生，只在乎好学生，后面，我当班长，那我们班秩序不好，他把我叫到司令台前，公然的让你在别人面前出糗，对对对，机车，很机车，重型机车，好，这边，来这边，是老师当着全班面把我书桌手上都不要用，把你书桌啊。你说老师你真有力，真的、哦、这样丢了、哦。因为全班没有写功课，可是我也没有写，他就丢我丢。丢你，你做厉害。对。坐。讲完就可以坐了。特别他觉得特别讨厌，你从哪里觉得？针对你一个人，对不对？不好的东西吗？觉得我很棒。啊 ，OK， 是，请坐，来，谢谢。很爱体罚。很爱体罚 ，OK。不是很爱打的。什么？很爱打的。很爱打的，老师的。打巴掌。打巴掌，哇哦。可以啊，怎么样不合理？就是他觉得，就是他很主观。很主观 ，OK。不公正，对不对 ？OK， 来这边，处罚。OK， 喜欢什么？好学生，不公平，这样子。不公平，然后酸学生。酸学生 ，OK。公然侮辱跟体罚。肢体的暴力。然后 ，OK。明明我就没有做呢，才会跟别人说。误会你呢。是五百亩，没有什么，没有准备。OK， 是被羞辱，被羞辱，不知为何被呼巴掌，不知为何被打下去。哇！上次我一直讲他是丰功伟业，完全不教的课。每一个他们所讨厌老师的原因吗？这些都会是学员讨厌你的原因。这位都是学员会讨厌你，不公平，酸。哦、你很厉害嘞，看不出来嘞。我比我还厉害嘞，酸。啊、哦，然后丢桌子，赏吸你的耳光，对吗？没有什么啦，你看他做那样子，哈、哦，赏心悦耳，酸，不公平，
特别喜欢表达好的学生，特别喜欢长得漂亮的女同学，酸，不公平，这些东西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吗？有吗？有。这位同学，哇，你分享的好棒哦！你继续，你讲讲，还有没有其他意见？你要不要说说看？你继续说好不好？你知道那个偏袒就很明显吗？知道吗？特别是男同学、男弟兄，哦，那个眼睛都会表达你的那一种什么啊？你知道吗？那个非常的接纳每一个学员的样貌，有的学员真的会白目哦，对吧？我不知道，我以为今天9:30才上课，原来7:30就集合。不是啦，9:30。有学员真的会这样，因为你不知道学员的状况，所以你先准备好接纳不同的学员的样貌。因为我没办法要求，没办法做品格测验、人格测验，然后智力鉴定再来参加这个营会，不可能嘛。所以你要必须接纳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样貌。否则你也会变成学员参加营会以后，我问参加5天营会，你有没有最讨厌的辅导员的样貌？有，站起来每一个都说酸民不公平，一直看我，然后怎么样，那你就活不下去了，对不对？千万记得刚刚所说的话，每一个都记得吗？我不再补充太多，因为那些你已经够做了，对吗？那些公平啊，那些平等对待每一个人样貌啊，然后。不赏不，你不会赏耳光，可是你会赏心里的耳光。好，有一些眼睛就觉得不想看他，用你的眼睛当耳光去扒他，眼神当眼光扒他，有没有可能？小心哦，小心哦，好不好？如果你不小心让我发现，我就走过去说：“弟兄，刚刚那个小团体哦，我发现你的时间有1/3在集中两个人哦，另外1/3就给剩下的人哦。”那个物资分配的不太公平哦，啊，你要稍微调整，我可能会，你要很清楚啊，你姐妹也会这样子，对吗？碰到帅哥的学员啊，哇，你真的讲得好棒哦，感谢主，大家要讲主又不好意思，因为又不清楚，然后就感谢你，谢谢你，就这样，然后看到另外一个，你知道吗？那个人。我们稍微调一下好不好？平分配一下，平均一下好不好？好不好？我们有个规定我在美国 North 啊 National Auto Leadership School 带活动的时候，我们有个规定哈，但是这规定不会在我们当中发生呐，不太发生，因为他们都小弟弟。我们的规定是6个月内绝对不跟学员谈恋爱，你知道吗？为什么6个月？你知道吗？啊？那个学员那种活动当中，真的特别容易情愫，啊，就是氛围吧，环境嘛，就这样子，共同经验就会有情愫嘛。啊，过6个月那个情愫还在哦，你们就继续谈吧，不联络，我们是不联络，6个月都没有太多的联系，私底下的问候啊什么，那个东西，那个是6个月，啊，所以提醒各位啊，提醒各位，特别是男同学，好不好？男同学，特别因为男同学比较容易犯这个毛病，哦，小心哦，小心哦，好不好？不要让自己掉入这个试探。哎，辅导员你好帅哦，会怎么样？哈，哦，那就好不好？那很难讲啊，特别是从外地来的，然后内地来的的人的朋友们，哈，哦，那各种东西，好不好？保持我们。那个 TYSLS 的那种高尚的品质，好不好？那种道德感的东西，拜托拜托，好不好？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他也是大一了，也适合谈恋爱的，那你就忍耐半年，好不好？半年内先不要有任何的举动 ，OK？ 那半年后谈恋爱就不是大会的责任了，就是你的责任了，哈。我不会反对你，万一喜欢上学员，这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真的没有关系啊。但是就是要节制，对不对？好不好？因为大学生谈恋爱是很正常的啊。有时候在教会聚会了5年也找不到自己喜欢的，那不小心也被崩溃，刚好有看到，那就放在祷告当中了。就祷告，如果真的会在一起就在一起，如果没有就没有了，好不好？那要交往之前，麻烦跟
主人师母好好谈一下，过立完再决定好不好？不要谈下去才说师母我谈恋爱了，然后他再怎么讲你都说他好棒哦，他真的很棒呢，他在峰会的表现真的很棒呢，讲半天你还是很棒，就这样子，那就不算了哈。OK， 我只是这个叮咛，就是行为上、举止上、节制上各个方面表现的，要有台湾最佳淫秽的这种素质，好吗？好吗？同意的，我们眼睛闭起来哈。同意的按赞。同意的按赞，就在你胸前按赞，跟上帝负责任就好了。好，这一题不用替我负责任 ，OK？ 好，放下，就这样子哈。好，刚刚有人偷偷看吗？没有。好，接下来请你拿纸笔，我要放一段影片，这段影片蛮长的，这段影片蛮大概在20分钟左右。你看，啊，看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看的时候，请你做一件事情，你要记录，你要准备问题。等一下，我要让你从这一部影片当中去发问，你要找不同的人，我会让你，你可能准备了8题、6题、5题都没有关系，我会让你找一个人，一个是 A， 一个是 B， 然后你会去提问你的问题，然后让 B 在这个问题里面回答，因为你蛮多时候听到雷倩的演讲，听到我的演讲，听到魏德胜的对话，你要带领你的引导员，带领你的学员对话讨论，否则你听完以后，你跟我讲，好好哦，他讲的好好哦。然后呢，你不能只有好好，你要听出什么问题可以带领学员一起做讨论，对吗？对不对？你跟我讲说，贫富落差是不好的，我认为就你认为理所当然，但是我问一个，你告诉我为什么贫富落差不好？你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贫富落差？你说全球暖化对世界很大的伤害，我先问你，为什么全球暖化对世界造成很多的伤害？到底是什么伤害？你为什么认定这件事情？如果你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也不见得啊。你没有思想过的，到理所当然都还没有站立的稳的过程。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育家，他是一个印度的一个教授，那他曾经在贫民窟做了很多的实验，有关教育、学习、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在过程当中呢，他会进行他的演说跟他的实验。那在过程当中，你听完以后，你就准备，你听到觉得那些可能是一个好问题来问其他人，看完以后他的想法，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认为什么是教育。他认为为什么教育这个过程用这种方式会达到教育的目的？那你所有的讯息只有从这20分钟的所有的演讲来，然后出题，你就一边写一边出题，一边听一边出题，然后待会你要当引导员，要问别人，然后要问到对方可以回答出他所有过去对教育、对实验、对于鼓励、对于合作的所有的一个支持的先辈经验的东西，都要被你挖出来，啊。挖出来，然后不断的跟他引导反思，不断地跟他引导反思。这个是我们今天下午通过这个节目，我们要让大家看的。有问题吗？在新看这个以前，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尽可能预备问题。对，大概不要超过10个就好了，哦，5到10个问题这样。有你看完这样。那你说老师，我看完没有问题，那我就会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部影片会让你睡着？你要告诉我为什么啊？啊，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所以你会在意？我会在意我找不出问题。哦、oh, okay. 不晓得啦，等一下可能看的过程我才会知道。OK。对。所以只是觉得老师还真的蛮勇敢的，直接、对，因为我们是来接受训练。嗯。
是，但是直接就是让我们直接就进入那个。所以你为什么觉得这样的行为是很勇敢？因为就是成员的背景，或许你不一定知道啊。然后，但是你预备的这个题目，我觉得是真的是有挑战性。嗯、所以你有一些担心？不会，对。但你愿意尝试？我愿意尝试。Okay. 所以他们都愿意尝试吗？不愿意吗？好像 challenge by force 嘛。OK。谢谢你问这个问题，也理解你的担心跟焦虑。待会就知道他们可不可以，好不好？可以吗？好，谢谢。还有没有？你知道刚刚他几秒的时候回答？他几秒的时候问这个问题吗？12。你知道我怎么计时的吗？我其实在计时的，只是你不知道吗？我才不会这么笨呢！你怎么知道我已经在走步了吗？你有没有看到我在走？有没有？我在算秒数了，你知道吗？16秒我就要出队了啊！聪明一点，好不好？那是这样，好不好 ？OK， 这样子，好不好？知道16秒是多少？不然你会忍不住，你会把5秒当16秒，特别是心急的人，已经5秒为你，你16秒过去了，对吗？好，或是1、2、3、4、5，好，有没有问题？就这样子哈、哦，那个对哈、哦，好，可以了，没有问题的按大拇指，有问题的再提醒，来，让我看到一下。来，OK， 好，好，没有问题，这个很好玩，对不对？啊，还有问题，一定是有其他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有问题。好，请专注20分钟啊！对不起，过动人啊，你要专注20分钟，非常不容易。我太太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我认识我太太呢，是在1997年的4月吧，在美国参加一个退休会。那我们同小组，同小组分享的时候，我话很多，我太太就一直不讲话。我喜欢不讲话的姐妹，然后连自我介绍都是旁边的另外一个姐妹帮她自我介绍，因为旁边那个人叫 Ruth， 我知道叫 Ruth， 所以她就介绍，她说她叫 Annie， 然后她很会做面包，做面包，然后做水饺，哦，因为在美国。会做面包，会做包子那些，我就会被吸引，因为我喜欢吃包子、面包这种类的，我就被吸引，就开始注意这个姐妹，啊，但是就是她就很安静，我太太就很安静，话很少，超级少。我的学生跟我太太认识大概10年，大概听不到她讲几句话，本来以为她很安静。后来发现回到家以后是我很安静，就一直跟我讲话，一直跟我讲话。那有时候又不想听，可是他就一直跟我讲话。那我就只好运用引导技术。你觉得这样子你要怎么做呢？你觉得牧师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你要怎么面对回应他呢？你认为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大家好像没有个人跟你同工呢，然后就不断的问他。他就在身心灵里面得到满足，你知道吗？一个好好的对话远胜过3小时的废话，是吧？没有啊，电视好不好看啊？你今天看什么电视啊？你知道吗？那个废话，一个好好的引导的对话会让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很不一样，对吗？所以很多的青少年都是在讲废话，你可以下去听，你可以坐在那边接听。
哦，你过来啊，哦，旁边哦，哦，过来啊，就这样子，没有人好好对他说，你未来你想做什么？不知道啊，都可以啊，真的吗？你随便都可以吗？然后开始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有人跟他讲话是真好，只是我们的牧养很少人停下来跟你听话，对不对？我们牧者比较喜欢训话，或是辅导比较喜欢训话、教导。可是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叫 grandmother 的方式？ grandmother 阿嬷的方式是什么？哦，好棒哦，真好，真厉害，你试试看。你们那一组每次有人发言，你就说哇，好棒哦，你想法特殊，我不要太刻意哦。哇，你说不错哎，你想法不一样。我这样子，我在师大教书哈、哦，原本体大都很简单，体大就只有20个学生，再怎么修就只有20个吧，因为全校才1000多个学生嘛。可是在师大人很多啊，一修就130几个，那做蛮惨的。那我就要最清楚的方式就是这边发言完，哇，你想法怎么这么特殊，不一样，哇 ，good， 哇 ，good， 然后全班就开始发言，你知道吗？一发言我就很轻松，你知道，我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哇，然后哇这边，哇，叫助教传麦克风就好了，哇，下课，然后一个月就领到薪水，就这样子，真的用 grandmother 的方式，但是我喜欢用 grandmother， 因为你会鼓励孩子在他的问题上是被平等的对待他的问题，没有好坏价值的介入，你知道吗？你不用说你这个问题你也问哦，你那问题哪简单？你没有听吗？刚刚老师讲过吗？你都不用这种价值，就很好，你的想法非常有犀利，你看法很不一样。然后真的，学生就一直讲哎，100多个一直讲，你知道多快乐吗？你的工作就是讲啊，还有没有？这种就有薪水了，你知道吗？你看这种工作。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你的引导的工作，你的辅导员的工作，你要记得你的身份，好不好？多鼓励他们，多给他们机会，你会发现你的脉搏是不一样。但是不要鬼扯了，反正也没有的哈、哦。可以介绍他增肌增加那个什么马吉不一样的地方，可以这样分析。你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想知道？哦，我想要买给名产吃。他说：“你会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三大的家语，三大不一样的？”他就会讲说：“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怎么样啊？”然后、哦、OK， 慢慢讲。我很喜欢引导对话，我很喜欢引导对话，因为对自己比较轻松一点，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偷懒没有准备教材，就用引导对话。你发现学生准备的教材比我丰富哎，你发现对，就这样子哈、哦。OK， 好，等一下就发问了，对不对？开始。分组分开好，然后发问，我要分组早上的 A 那一组，好不好？下午有没有人没来？还是多的人？多的，一二报数好不好？从这里一二报数。要引导他回答，懂吗？啊，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的问题是，给我一个问题，来，给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乡村的小孩子为什么？然后我就问你，为什么乡村的小孩子想渴望学习？哎呀。怎么样的渴望？对人生
那富人为什么不会主动学习？还有呢？你觉得？为什么没有担忧的就不会想渴望学习？是吗？还有呢？你知道那个下去吗？我就是好比戏，啊，就是要让你去翻搅内在的思考的东西，让你去找到一个你自己能给自己问题的答案。不是，就是你问他问题，他要回答你问题，然后你要让他思考到里面的东西，他里面的东西会有一些先辈的东西，或者刚才看影片的东西，跟你互动以后的东西都会不断的出来，那个知识的建构就从那边引导反思出来，好，你会更清楚，让他对这件议题他是确信知道的，好不好？不容易哦，好不好？不要来搞，拜托。一问二的时候，二不要来搞，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啦，不要问了啦。不知道谁是一级，谁知道？那怎么解决呢？啊，那怎么解决？你觉得呢？你觉得呢？哦，你找到答案对不对？哦，我有找到答案吗？我很懒惰，我不想找答案，我就问他：“你觉得呢？”他自己会找答案啦、啊。哎呀，我秉动啊，我你控啦、啊。哎，我一定问他：“老师，那个东西不会怎么办？”我说：“你觉得怎么办？”哦，是哦，对，我就这样处理就好。我说：“你不是知道吗？”对对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 empower 他，让他能够去解决他这样的问题。团队有很多能力也可以解决问题，个人也有很多能力可以解决问题，好不好？他只要不要丧失生命就好了，好不好？哎知道吗？我们爬山还会丧失生命。他说：“老师，那个地方很美，要不要去？你去知道会死，你还叫他去，不行啊！那个是丧失生命，就没有回头的。”哦。如果我每个问题都用这种方式去说，你觉得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如果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的话，那我们还有存在的意义吗？什么意思？都可以叫他自己想，然后他也自己会想出答案。那我们辅导存在还需要存在吗？就叫他自己想，点灯子。你自己想就好。那我们要存在干嘛？所以你存在的要干嘛？要帮他解释。引导跟回馈。哦。你觉得呢？为什么要不回馈？还不如说什么？你觉得我们可以？你觉得？我觉得，你们觉得可以干嘛？你们觉得还可以干嘛？集思广益。集思广益，还有呢？处理问题，处理问题，你们吧。冲突发生的时候 ，OK， 还有呢？帮他同整跟理清啊。OK，very good， 还有呢？请听 ，OK，very good， 还有呢？帮他回应到生活现实上能不能做运用 ？OK，very good， 还有呢？我当然果然是我教过学生。还有呢？给予肯定鼓励，给予肯定鼓励，还有呢？让他有个出口可以说。OK， good， 还有呢？问他你觉得？问他你觉得这一个角，他问了一个非常好的角色，他是认为这个东西在后现代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老师为什么要存在嘛？老师为什么以前老师是给的东西，我们根本要去图书馆找都找不到，所以老师给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认需要认真听嘛？现在孩子，我跟你讲，你所有的知识基本上网络全部都有。只是他有没有兴趣引起东西去阅读、去收集、去准备这些东西？那当然，老师要知道这个危机，因为这个危机就要变成我的安全感跟我的权力开始要下放给回学生。那这时候我的教导的角色跟知识供应的角色开始改变，我开始改变，我不是一个知识供应者，可是我是一个知识对话引导反思者，因为知识提供可以取代我的位置，从哪里？网络。很有很多的资讯，所以这个角色我就开始改变我的位置。原本我是高高在上的老师，现在变成平行在上的老师引导人、引导师。那这个引导师就可以做很多对话、引导、反思、鼓励、支持、同行、共行、共学、共创的角色。所以那个角色开始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以前那么累了，
以前那样板着脸孔说，我跟你讲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现在不用了。现在说我们怎么样创造一个彼此都能够听对方讲话的平台。哇，原来他们可以创造出可以彼此听，你也不用吼半天，不要讲话，不要讲话，都不用。为什么？因为那个平台被创造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可以团队去解决问题。然后团队解决问题，你在旁边做什么？好棒哦，加油，好加油！你看，我创造一个1919的平台，有没有意思？1919你们参加过吗？为急难救助募款的挑战赛。然后这一群人呢，5个人报队，1个人报队，教会组10000块，企业组20000块。然后呢，我们报队要交10000块或20000块才能报名参加哦。所以他们报名参加之前，他们要组队，组队完在街头募款，然后1919募款会今天叫你募款，募款完，然后骑脚踏车骑18个小时，最后说谢谢你，好棒哦，好棒的挑战，真有成就感。然后呢，最后呢，谁募款？谁募款？他们募款呐，就是协会同工来要去募款。当然有去另外的募款，骑脚踏车募款，另外一个环台的。但是我下放给谁？弟兄姐妹参加这个团队的，让他在街头募款，我们就教他怎么募款，我们就跟他一起谈募款的事情，给他募款账号，然后给他劝募字号，他就开始募款。所以他被引爆起来，又5个人骑18个小时的脚踏车，就是酷啊！你看，让我们教会团队说这，你知道过去中立进信会原本报名都不报名，第一届、第二届也不报名，现在报名变几队？你知道6队。6队，那6队报名费就6万呢，那他们都募到10几万呢。这背后的一个后现代的一个结构的方式叫什么？过去是中央集权制，现在是地方包围中央制。哦，他们募款，他们突然觉得，哎，我们怎么那么笨？哎，救助协会这个下中间牧师好像就鼓励我们啊，我们就募款，就募了200多万、300万嘛，1919募款3。啊，我设计的有没有聪明？我把香港那个逆女先锋把它改一下，就还不错吧，对不对？300万不容易呢，你骑一天就300块，我就扣了，你猜啊？而且弟兄姐妹会感谢你，我们教会团队被塑造，你看我们团队彼此团队动得那么好，我们彼此支持的，还有一个支援组这样子，然后煮饭给他吃啊，煮就拿菜给他吃，这样子就做出来，就说。这个知识建构的东西背后有很多很多在解构我们过去前现代跟现代对待人的一种方式，或对待知识的一种方式。这个解构完，你真的可以带弟兄姐妹做超多事情，因为那个叫做成全圣徒，成全圣徒，这每一个让我成全，我每一个都成全他。我跟你讲，哎呀，超多事的，每一个都可以做很多事。每一个都会服侍神，服侍的半死他还很高兴，这个时候全死就完了，还不来了，就半死他还觉得哇，感谢主，感谢主。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恩赐得到成全，对吗？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得到成全，我所知道的事工得到成全，是教会弟兄姐妹的恩赐得到成全，就这样，对吗？老师，那我有个问题，我觉得老师给我们的东西就是一个生命的塑造，然后我们内在的那个的一个激发。可是有时候在某一种学习的过程，我讲求的是效率，对，我可能需要是很短的时间，我必须把它学起来。例如说我要参加考试，是没有办法10年寒窗苦读，我可能花2个月去补习班，是，然后很快的我可以考上某一种考试。就是有些东西它是效率的问题，所以好像。有些传统的一种学习的方式，好像也不全然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哦，我不会否定，我不会否定，就是因为你要考试嘛，我们就不能推翻传统教育方式最快速，但最快速对全历史人类来讲没有最好了。对对对，但是它最快速，但不见得最好，因为 sin 30度加 cos 45度告诉我答案，你都忘光了嘛，对不对？那背后有一些知识论的东西，就是那是应付考试，对，解决问题，但不是在整个历史发展当中背后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为了效率的，对，所以就不对。但是为了效率，要非常谨慎的是，那个东西也要很小心，也要很小心，因为为了效率，可能团队被解散，团队有些冲突，团队关系很紧张。那又失去了上帝对待人的一种样貌，所以教会走在这里，其实要非常的谨慎，包括同工关系、自我跟上帝关系、跟任务事工的关系。但是我们可能会
事工很多，但是又不是团队来解决，是群体在解决，不是团队在解决，所以那个效益又很慢。所以那个东西可能要很多的思维，因为我们做团队的知道，能够平衡团队、个人跟效率，这三个一定要平衡。啊，没有平衡，这三个就会这样子。哦，传统学习还有比它快的东西啊，就是大量制造，那个叫做 machinery， 就是机器型的制造知识方式，那个是比较快量 SOP，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一模一样。那这个东西是传统知识的模式，它没有，但是在那个当下，它有它的环境可以应用，好不好？好，这不是我的重点哈，重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好 ，OK， 来，一，请举手，看一下。二，赶快回头看一下，哎，没有举手，看一下，赶快认一下，变一下，啊，认识一下，好，等一下，一就升一，二就升二，然后就找一个地方，然后只有三分钟，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说换，你要再找另外一个人再换，好，一直问不同的问题，好不好 ？OK， 一，找二，开始，起立。